根据美国纳斯达克金融机构的统计，在亚洲十大退休地区当中，马来西亚名列榜首。凭借着宜居环境、低成本生活、高医疗水准，促使马来西亚成为退休养老国家的首选。马来西亚气温介于21到32度之间，常年蓝天白云、纯净海风，绝对适合度假养老。马来西亚华人占比约30%，粤语、国语通用，中马两国文化背景相似，有华文学校等，汉语处处可见，生活中沟通无障碍。马来西亚是亚洲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，也是全球知名医旅国。马来西亚医疗费用仅新加坡的1/2，欧美的1/4，医疗机构普遍使用英文、中文、粤语等沟通。